OK， 那么这里有一些网民们提出来，我看这个就一定要问你的，就是Ben 说 Party of Fraud， 然后霹雳州社青团也说这个全民党呢是全马最大的青蛙联盟，所以针对这一些把你们批评为是青蛙跳槽，包括有一些呢是从公正党跳去土团，再从土团党跳来这个全民党，那么针对这一系列的这一个指控，你要如何回应呢？我青蛙的话自从马六甲所谓说州选是吧，那个开始的话，青蛙这个课题的话应该不能够只属于是说一点而已，因为那个西门也是接受了青蛙嘛，只是他们就是有个判别，就是有原则的青蛙还有没有原则的青蛙，对来说都是青蛙。说原则不原则的话，又看谁给那个定义是原则还是不原则。所以的话，如果要挂青蛙的话，那么西门也有青蛙。